工作的时候我会尽量严肃一些，但私下里还是放松一点比较好。你最好是有什么要紧事，还敢顶嘴？哟，一会儿不见，听屈先生说，你们又差点被虫子包围了。监督，监督，要来看看香菱的新发明吗？哼哼。曹操大人会好好督促你的。让监督见笑了。这是你最近一次的 X 辐射检验报告，我们在你身上没有检测出任何疑似异核觉醒的迹象。深度清洁模式启动。今天也是适合打扫的好天气。我们白鲸既然致力于研究这些，自然也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。可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？我当然赞成老师将天系能源化，我唯一反对的是他无视其他可能性，将全部人力投入到同一领域的做法。你又想拿这边的火势缠他？叫他出去单干，现在啊，只能在伊南那吃沙。逢此天系事件五周年之际，海林城邦将于中心广场举办为期一周的大型悼念活动，深陷我国遇难同胞。据悉，海域理事会及十一国代表受邀出席，并由理事会长傅清娇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。我只知道，无论好的坏的，我们同调者一直在与自己的灵魂共鸣。我希望能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看这个世界。我比你强，所以杀你天经地义。哼，看，是香菱最最喜欢的肉包子。对不起，又忘记你只是台机器了。天机还是我上天不是只是玩玩，这里是时间感觉的局势。警报，警报，天系禁区出现异常能量波动，传送通道将于10分42秒后开启。是否派遣侦察组阿尔法前往现场？
这个世界的屏障正在消失，你必须学会如何应对。小心，有人在看着你。接下来，就拜托你了。